那你低平低一点。好啊，我低一点。不是。好，我低一点。他一笑就哇呀！我很喜欢这种笑得这么好笑的人。恭喜你们获得最后一个 IP 的拍摄权，谢谢。因为一直想和凯西姐合作嘛，挺波折的这个过程，最终还是 和她合作上了，我很开心啊。